说你们这个小品不差钱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疯狂的一夜之间爱上和喜欢你们，有没有什么当年的那些故事呢？其实我俩在一起演过二人转。你们俩是几岁认识的？他十六吧。我哪有？十六。我13、12、13那样。天。刘维丽时候16吗？十二三就认识了。对，那时候他也是小屁孩。你们两位都是本山大哥的徒弟，都是他的爱徒，能互相模仿吗？模仿你们彼此。今夜星光烂灿那个。今夜星光烂灿，拉倒吧，这多冷啊！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的，不是说我有多能耐，不是我的一个意思啊。他很难掌握这个。那我来模仿一下毛宁，好吧？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，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。不难啊，我放自己的 partner， 不难。来，小翔，一定要听，很难，一定要听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演得了。演到这我演你啊。今夜星光星光灿烂，今夜多云转晴。哎呀妈呀，报天气预报呢。碧莹姐姐，哎，沈阳弟弟，好，你说。我跟我们家蛋儿啊，也就不模仿了，我俩唱首歌吧，唱一小段行不行？哎，钢琴跟我一下啊。这是刚才你唱歌的时候头型都飞起来了。谢谢鸭蛋，好，谢谢，请你坐在两位帅哥中间。谢谢鸭蛋，谢谢。